这不我爸的秘书吗？问你个问题呗。啥问题啊？如果你女朋友现在不是我，是别人。这么好。听我讲完。啊，你说。如果是别人，嗯，那你后来再遇见我，嗯，你会和我在一起吗？那我女朋友长得好看吗？好看。比你好看。那我为啥跟你在一块儿啊？你不是外貌协会的吗？那你说我女朋友都比你好看，完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块儿？你不爱我？不是，人家有女朋友，我为啥要爱你呀？假设，你离我远点，你往那边点，一会儿我女朋友看着该生气了。你还在这想上了？你哪有女朋友？你女朋友谁啊？你不说女朋友不是你们是别人吗？我是假设，嗯，你女朋友是别人的话，嗯，你后面再遇见我，会不会和我在一起？那你有男朋友吗？嗯，咋你想当小三儿啊？你不是呢？我对你很好，他对你不好，他对你爱答不理的，你和我在一起？那你不勾引我呢吗？你对我，人家有女朋友，你对我挺好。他为啥对我不好呢？那我为啥不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我为啥跟你在一块呢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怎么样都不会和我在一起呗。不是你跟我俩生气啥劲儿啊？一会儿我女朋友看着不该生气了吗？